行政区部边界有过烟吼，即当下阮伫行政区哦，槟榔路，今是真好天哦，咱看着西头山看无啥雾吼，西头山拢日头拢真大吼，即下拢拍照拢伫做生意啊嘛吼，阮遮拢伫做生意，卖鱼啊卖鼎吼，啊卖水果的吼，拢开始做生意啊，啊卖鞋啊吼，哦卖鞋啊。啊，化妆品拢伫卖嘛吼，有遮济鞋啊、新鞋啊拢伫卖吼，然后乌地吧吼，拢伫卖。咱即当下是透早九点十六分吼，三月十七号，真多谢大家。